是两眼间三只河是菩提，过去间不可得，现在间不可得，未来间不可得。法界通化分四十九，诸菩提无以温和，若有人愿三千大千世界七佛，以用布施施人以是经言，即合多合，如是世尊，施人以是经言，即合尽多。诸菩提，若发觉修习如来不可得福德故，以发觉无国如来不可得福德故。离相分别的心，诸菩提无以温和，复开无著色心见下，复也世尊，如来不应以无著色心见，何故？如来不无著色心，即非无著色心，是名无著色心。诸菩提，无以温和，如来可以无著诸相见下，复也世尊，如来不应以无著诸相见，何故？如来不诸相无著，即非无著，是名诸相无著。分散所发分的就是一，诸菩提，你不为如来作是念，若当应受说法，莫作是念，可以过。若你言如来应受说法，是为谤佛，不能灾我所得果。诸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你即分辨诸菩提，是佛言。世尊，同有众生无未来世，闻法起法，生信心下。不言诸菩提，智慧众生，分不众生，何故？诸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分众生，是名众生。无话可得分世之事，诸菩提是佛言，世间不得阿耨多罗三藐。